有件事我想拜托你哋。雨晴我做呢件事，千祈唔好俾佢知道。点解唔可以俾佢知啊？你唔系想唔要个 B B 啊嘛？我系惊佢为咗个 B B 耽误自己嘅疗程。你唔同佢商量就决定唔要个 B B？ 我都唔想咁做，但如果雨晴坚持要个 B B， 就等于攞自己条命嚟做赌注。呢层我都明白，但系你点可以唔俾佢知道噶？我只系想佢专心医好个病，唔想佢再受任何打击。我明白啦，我觉得你咁样做太残忍。我知道，但系为咗雨晴，呢个系我唯一嘅选择。但系你有冇考虑过佢嘅感受啊？你觉得以佢而家嘅情况，佢有可能会做到理智嘅选择咩？系咁，你而家嘅决定又好理智咩？苏娟姐啊，我唔系话应该留住个 B B， 我意思系你至少应该俾雨晴知道佢有咗 B B， 等佢自己做选择。嗰个始终系佢嘅骨肉嚟噶。我明白，身为妈妈嘅心情，就算系点，佢都唔会选择牺牲自己嘅骨肉噶。我系 B B 嘅爸爸。唔通我心入唔会难过咩？啊！我求下你哋，呢件事千祈唔好俾佢知道，好唔好？好啊，但系我都要话你知，你咁样做系错嘅。素娟姐啊，好晏噶啦，不如我哋翻去先啦。颜飞，我谂你都好攰噶啦。你好休息一下，我哋先走先啦。嚟，行啦。麻烦你哋。你要保重啊。我会。你醒啦！我瞓着咗。佢哋都走晒啦。走晒啦。已经天光啦。系啊，你瞓咗两日啦。真噶？瞓饱未啊？唔系话个肿瘤已经清除晒啦咩？点解我仲会咁嘅？嗯，放心，医生佢哋会找原因嘅。咁你话会唔会再复发啊？唔会。如果真系咁嘅，都几好啊。觉得眼瞓就瞓觉，瞓着咗就唔使再起身。唔准再乱讲，唔会噶。白哥同你讲过啲咩啊？哦，佢话你嘅病情已经好转，癌细胞已经开始受到控制，只要坚持落去，一定会好翻。你呃我啫嘛？呢啲嘢我又点会呃你？如果真系好得翻，咁真系奇迹啦。老婆，你听我讲，只要有信心，一定会有奇迹出现嘅。颜飞。八哥，傻妹，觉得点啊？有冇好啲啊？几好啊！
我是来通知你，你要做一个小手术。要做什么小手术啊？在你肚里面发现个很小的阴影，我要拿它出来。那究竟是什么来的？是不是肿瘤？不是肿瘤。到底是什么？快点讲吧，白哥。我跟你讲过，你要信我。你看你打烂三盆混凝土，我是医生还是你的医生啊？唉，好了，嫂妹，我跟你讲，他是一个过敏源。这个过敏源是引起你忧郁的一个原因，所以我们要将他拿出来。只是一个小手术，没事的。过敏源？什么叫过敏源啊？老婆，不要再问了，我们又不是医生，怎么说我们都不明白的。总之听医生话，何时可以做手术？我尽快安排。唔该。好，那我先走。我走了，傻妹，拜拜。为什么不让我问清楚？我都要知道为什么嘛。他可能怕你紧张，所以才不想说太多。放心，只是小手术，没事的。女医生，唔得，唔可以咁做。唔系啊，女医生，你听我讲啊，而家救人要紧，如果唔做呢个手术嘅，唔止对病情有影响，甚至对生命都有威胁噶。但你咁做唔符合医生嘅守则。咁有冇其他办法啦？除非佢嘅家属愿意喺手术授权书度签名啦。好，系咁，唔该晒。我哋间小旅馆又赚咗钱啦，比上个星期多咗5%啊！嗱，你睇下，生意真系好过我做嗰阵好多啊！梗系啦，你唔好睇小我，我咁多年喺面铺唔系白坐嘅。我边敢睇小你啊？呢行你系我嘅前辈啊，老板娘。想乜讲啊？迟啲我哋间旅馆一定会喺我嘅带领之下越做越好。然后在全国各省各市开翻10间8间连锁分店，想创你的心啊！嗱，饮啖水唞下。最近成日都呕嘅，系唔系化疗嘅副作用啊？我都未开始化疗。哦，这个月我仲未嚟啊。你话系咪食药影响啊？唔会嘅，应该唔会嘅。你又唔系医生，你又点知唔会啊？白哥同我讲，过两日会再同我做一个手术。他说我身体里面有什么过敏源，他说到吞吞吐吐的，我都不是很明白。还有颜飞好像有跟他打眼色，他们两个肯定有什么瞒着我。不是这样啦，你天天躺在床上就乱想东西，他们两个会有什么瞒着你？一定是怕我知道病严重觉得难过啦。我都冇问。好啦，咁你乖乖地安心养病，唔好谂咁多啦，吓，冇事嘅。系啊，日日瞓喺呢度，有你哋嚟睇我，心情几好啊。做咩？没事吗？没事吗？没事吗？上床休息下。
饮啖水。有冇好啲？好好多啦。我到底点解会咁样啊？冇事嘅，应该好似江伯讲嘅咁过敏啫。做完手术就冇事啦，冇事嘅，唔好谂咁多。好辛苦啊！其实病下都几好啊，可以成日都见到你哋。以前我边有咁多时间啊？如果你冇病冇痛，我宁愿我哋以后见少啲。我都唔想成日麻烦到你哋噶。你点会烦到我哋？我自己知自己事。你做嘢都已经咁忙啦，仲要成日走嚟医院睇我。你再咁讲嘅，我就唔睬你噶啦，吓、啊？朋友呢唔系呢个时候最有用嘅咩？嗯，多谢你啊，苏娟姐。其实仲有欣彤同伯哥，我真系好多谢你哋啊。雨晴，为咗我哋，你一定要坚持落去啊！啊，系啦，上次你做嗰个妇科检查，结果点样？医生话几好啊，一切正常。是咁，即系话你可以帮颜飞生 B B 啦。我而家病成咁，仲点生 B B 啊？唔使心急，等你个病好翻先生都唔迟啊。嗯，但如果医唔好咧，如果你而家有咗嘅话，你会点做啊？我一定会生个 BB 出嚟，就算是会死我都甘心。我好想为颜飞生个 BB。你唔好咁讲啦，你一定会好翻噶，以后一定会健健康康的，而且仲会同颜飞生个好可爱嘅 BB 添。嗯，唔好乱咁谂啊。苏娟，做咩？我希望喺雨晴做手术之前，你唔好再嚟。你令我太失望。我都系为咗保护雨晴，希望你会理解。佢需要嘅系照顾，系理解同支持，而唔系你嘅保护啊！如果你真系爱佢嘅，就应该俾佢自己做决定。颜飞，咩事？系咁嘅，手术嘅事已经安排好啦。陆医生同我讲，只要你同意喺手术授权书签名就得噶啦。好。有冇好啲？你话我最近点解成日都呕嘅，好似有咗咁。唔好乱讲啦，可能系因为就嚟做手术，觉得紧张所以反胃啫，冇事嘅。我觉得你好似仲紧张过我。系咩？点啊，雨晴？白哥，准备好未啊？准备好啦。白哥，我点解成日想呕嘅？我唔系同你讲过，都系因为过敏而出现嘅反应。做完呢个小手术之后就冇事噶啦，信我。老婆，放松啲，个手术一定会成功的。我知道，冇事噶。我喺出面等你。嗯。
等阵先，唔好推病人入嚟住。唔好入嚟住，等病人麻醉之后先入嚟。我知啦。人工流产嗰个病人入咗嚟未？喺度啦，随时可以做手术。好，咁照做啦。咁做噶，老婆，听我讲。放手！要咁做，因为你比 BB 更加重要。你点可以咁狠心？因为我唔想冇咗你。我好清楚我自己仲有几多时间。如果可以生 BB 落嚟，就可以延续我嘅生命。如果我哋而家要呢个 BB 嘅话，我哋就冇时间救你。你明唔明啊？我哋唔系一直都好想生 BB 嘅咩？呢个可能系我最后嘅机会。以前你听我讲，呢个病仲有好大机会可以医翻好。等你好翻之后，我再生 B B 都唔迟。你话系咪？咁大件事你都可以瞒我，我点可能再信你？雨晴，好啦，你唔好再怪颜飞。你知唔知啊？当初佢系几难至做到呢个决定，佢哋好痛苦，佢都好想要个 B B。其实我哋个个都好明白你嘅心情，但系你都要体谅下颜飞，体谅下你个好朋友。我哋真系唔想，亦都唔可以冇咗你。你相信我，雨晴，只要你配合治疗嘅话，一定可以好翻嘅。只要你嘅病好翻，你可以再同颜飞生 B B 嘅。唔好讲啦，白哥，我已经决定咗，我要生个 B B 出嚟。雨晴啊，唔使再讲啦。我自己的病有多严重，我自己
仲好意思嚟睇我？你系咪教埋佢哋嚟瞒住我？一日最衰都系讲颜飞咯，讲到鬼咁严重，我都系俾佢吓亲先咁做咋。你话呢个人一啲立场都冇噶，如果唔系苏娟姐同我暗示，我仲咩都唔知。你话佢点会系我好朋友啊？佢分明就系佢哋嘅奸细嚟噶。我边度系？我哋都系为咗你好啫嘛。佢真系惊啊！我知道你哋系为咗我好，但你哋冇人好似苏娟姐咁了解我。雨晴啊，你既然选择咗咁样做，就一定要努力坚持落去。既然要生个 B B 出嚟，你自己就一定唔可以有事嘅。嗯，我知噶啦。为咗 B B， 我一定会坚持。嗯，好吃啊！今日胃口咁好嘅。嗯，要多啲呢啲啊。呢啲啊。嗯，呢啲。哦。嗯，吓够啦，够啦。老婆，食唔落就唔好勉强。食得落，嗯，再添啊，仲要啊，嗯。好啦好啦，唔好再食啦，食唔落就唔好食。嗯嗯，食得落啊，我而家要食多啲嘢，吸收多啲 ，B B 先会肥肥白白噶，系咪？系啊，老公。听日开始你帮我整多啲餸，要均衡营养 ，B B 就会大得快啲。仲有啊，得闲你要带我周围去行下，咁 B B 就会健康啲噶啦，系咪？嗯，唔够你讲，唔好食咁快啦。嗯，好似前世未食过饭咁。老公，你话如果我哋生个仔，叫佢做颜斌好冇啊？如果生个女就叫佢做颜如玉啊！颜如玉啊，我唔老土啲啊，不如叫颜小晴啦，好不好？颜小晴唔要个小字，咪好似眼睛咁咯？边有人咁改名噶？会俾人哋笑噶。咁又系。诶，你话我哋可唔可以叫江伯哥帮我哋做超声波啊？嗱，睇下我哋个 B B 系男仔定系女仔？老婆。而家医院有规定，唔可以做 B B 嘅性别检查，而且咁早做检查都未必睇到啦。诶，你想生仔定系生女？我中意生仔。点解？可以好似你咁咯。似我有咩好啊？我又冇咩出息。诶，过分谦虚等于骄傲啊吓。咁你呢？我喜欢生女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似你咯。做什么老婆？是不是有痛？快点回去。来。坐。呢度系天目山医院，请问你哋有冇进行嗰只新嘅癌症药物试验啊？哦，好嘅，唔该。点会痛成咁啊？食啲药啊！食咗药就唔痛噶啦，吓、啊？睇你痛成咁，我唔食。食啲药啦。我唔食啊！我唔食啊！
事嘅话，至少对个胎唔会有影响嘅。真人，听我讲。唔好俾我食，我唔食啊！你做咩咁硬颈嘅啫？食少先唔会有事噶。做咩搞到自己痛成咁？放心啦，雨晴可以捱得过嘅。江伯，我真系唔想睇住佢受苦。你系医生，你谂下办法啦，吓、啊！我谂唔到仲有咩办法啊？你点会冇办法啊？你系大医生啊，你又咁出名，你点会谂唔到办法啊？我而家真系谂唔到办法啊！你点会谂唔到办法啊？你谂唔到办法，何必做医生啊？大飞。我是个医生，我不是神仙啊！你听住啊，兰妃，我同雨晴自细一起长大，我对佢的感情唔会比你对佢的感情浅。你咪睇住雨晴而家咁辛苦，我心系好心咩？我都会难过，我都会心痛噶。但系我至少仲揾紧救佢的方法，而你呢，借声走嚟揾我嘈，对住我喊，你仲想做啲乜嘢啊？冇错，你讲得啱。可能我根本就唔配做一个医生，因为我就算想救雨晴，都救唔到啊！对唔住。讲对唔住嘅应该系我，我知道你为咗雨晴嘅事已经尽晒力，对唔住。我知道你最近为了照顾雨晴，其实都好攰。我亦都知道你内心的压力都好大，但系我哋一定要有信心，一定要有信心，因为有我哋嘅支持，雨晴至少可以度过今次嘅难关。
唔同。不如叫医生过嚟睇下你。唔使啦，真系。我想听下 B B 今日做紧咩，佢有咩动静啊？佢今日好乖，好听话，一啲都唔同。系啊，咁即系你个病好快就好啦。老公，你话会唔会系因为有咗 B B， 我个病会慢慢好噶啦？会，一定系因为 B B， 我哋生咗十个。我好想翻屋企啊！唔得噶，老婆你听我讲，你个病仲未好翻，我应承你，等你好翻之后，我一定带你翻屋企。乖啦，好唔好？你好啊，呢度系天目山医院啊。我想请问，系咪有只新药上市啊？系咁，呢只药而家进行临床试验阶段未啊？试唔紧啊，我哋想加入。睇下佢几可爱。系、啊。你话听音乐对 B B 有冇帮助啊？嗱，肯定有帮助啦，会聪明啲噶。颜飞、雨晴、白哥。知唔知啊？你创造咗奇迹，而家癌细胞扩散嘅速度已经明显减慢，但系我哋仲系要积极咁配合治疗。啊，系啦，我查到一只新药，呢只药可以阻止癌细胞表层生长因素嘅接受体。呢只药虽然唔可以直接杀死癌细胞，但系可以抑制增生环嘅扩展。真嘅，咁就好啊！只不过呢只药仲系临床嘅试验阶段，我都仲未清楚到底有咩副作用。但是我觉得值得试一试。但会不会对 BB 有什么影响的？我查过了，对胎儿一点影响都没有。雨晴，我已经申请了帮你参加这个实验项目，我想可以帮你争取多点时间。白哥，这只药真的不会伤害到 BB 的嘛？我保证。白哥，我想回家。什么？我想回家接受治疗。对不起，我想不可以。雨晴，不得的。现在试着新药，我们等于多一个新的机会，是不是？你安心在医院等我 BB 出世， BB 出世之后我再带你回家，好吗？既然都有了新药了，而且我在医院都没什么治疗做，我想回家换下环境嘛。医院的空气又不是那么好，回家我每天心情好一点，开开心心地就挺好，是不是？咁你身体点算啊？你都应付唔到。我得噶，我会坚持到噶。如果我心情好 ，B B 都会健康啲啦。白哥，你唔系话面对癌症一定要有积极正面嘅心态嘅咩？但系我住喺医院度，成日都屈住咁，心情好差。如果翻屋企，我心情好啲，人都会平静啲，对病情都会有帮助噶。你话系咪？好啦，我同颜飞都听你话，我同你办出院手续咯。啊，多谢白哥。终于回来家了。是啊，来快坐下。坐下先。我帮你斟杯水。嗯。乱七八糟。污糟衫又不洗。哎，你做什么啊？哪个叫你乱动啊？间屋乱成这样，我想执下而已。做什么啊？回到家都要被你管啊？咩意思啊？你而家即系话我理肥啦，系咪？唔系啊，你最近都攰成咁，成个人都瘦晒啦。我日日都喺医院度瞓，翻嚟喐下唔好咩？老婆啊，放低。你听我讲，由今日开始，
你只系负责休息，家头细务由我嚟做，知唔知？乜你咁霸道噶？咁唔系叫霸道，我呢啲系好男人嘅代表，啊？你睇下，我嚟执，饮水。细力啲，哇，好坐啦，啱啦，差唔多。老公，翻到屋企真系好。系啊，我哋以后唔好再分开。May God